大家好，我是大连啊，今儿天可热啊，朋友啊弄回来的这个十步楼梯三步走啊，今儿我哥木门纷纷，你没看叔母那腿整天都这样了，咱得赶紧搁他去，搁他吃吃啊，十步楼梯三步走。胡总，你啥嘞？啊？有哪里啥嘞？给，这样。狼弟。是啥我也不懂的呀，浪地弄啥来着？维生素吃吃了你弄哪个维生素钙片啊，吃吃了吃吃十步楼梯三步走嘛。这谢谢你，谢谢关心我这老人，你看看。我感觉俺小夏没吃不吃，俺小夏没还年轻呢，他不用吃什么。哎咦，你现在怎么出来了？哎，我就是出来的呀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十步楼梯三步走。啥十步楼梯三步走？啥十步楼梯三步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要朋友啊，看见你不是走路老实。乖。嗯，乖。拐把腿儿。啊！是这只拐把腿儿嘞。啊，就是这个。不是这拐把腿儿嘞，就是你吃吃。不干，也不干。你不是你吃肉不是不方便吗？啊。你吃这肉，怪吃好些。吃好些，吃的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中医一碗对两碗，等等，谢谢王一中啊。嗯，你知道这是啥不？这我不懂的，我不认的呀。浪迪，浪迪，啊，浪迪搁哪儿的？浪迪，啊，你拿反了，不是？哪儿啊？你掀开瞅瞅。这是浪迪啊。嗯，浪迪。这片儿哈。嗯。再看这啥呀？你没事的作用。啊，甜的，苦的。俺没吃过，我也没有吃过这，我也不知道甜的苦的。一会儿尝尝。倒开，你倒开。尝尝。再尝尝，看是啥。啊。啥味儿？嗯，那不苦，苦。啥味儿？嗯。我一直想问你啥味儿。嗯，甜甜的，香香的，还香呀！你让我干。我不吃。你让我香的。不中，我窜的都够快，我不吃。哎，香香的，嗯。天魔，天魔，娘的呀，娘的！哎，十步楼梯三步走。呀，咋？咦，是不？谁是你那牙都？呀，不该嘞。嗯，真是不该。应该不该了吧？真该不该。嗯，不该你那牙都长出来。真的，真能长出来，我真我都得请你大。你请几天几天呀？我请十天吧。长大些吧，给我压长大。你就是一天吃两片，一天就是早上一片，晚上一片。嗯，这一片就可贵呀。嗯，一片几十。嗯，我买这一片就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走。啊。呀。摸。摸。你敢吃吗？甜不甜？甜。现在小片的不都差不多，稍微的片差不多。一天吃，吃一片。嗯，啊，好，拜拜。啊。你吃吃不得猛一窜，厉害，猛一窜的。这是我老弟他。哦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吃吃高长高啊。好。这是那个？吃吃腿不拐了。啊。你认识这老弟，俺叔们不认识。维生素钙片。啊，一会儿你给咱念念去啊。好。嗯，走。节目上班，也是该走，该别走了。啊，中中，好。摸，摸，摸一下，关掉。回家让叔母给他说说，妥了。怎么了？走走，过来过来，我跟你说事儿。中了中了中了，哎，咱牙黄泡了，慢点啊，咱俩啊，走走走走走，慢慢的啊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买冰糖吃吧，买冰糖吧。你还是都别过来啊，又在这儿弄了，你咋看吧？干？我不看不看。不看吧？我黑的也是看呢。哎。心太软吧？心太软。有心太软吗？这是啥呢？这是啥？这是小布丁。哦，对了，那钙片啊，你吃上63还猛一窜呢。是啊，还往上窜呢。这是
那五毛啊？就这样，第二个轮儿都五毛，头一个轮儿一块。这是一块，这是五毛。嗯，对。哎，这是俺这最大的超市。这超市有多少年了？好些年了。哎，好几年，以前还后街嘞，你搁门儿街的，嗯，橘子味儿，这是芒果味儿，不是橘子味儿，芒果，嗯，橘子味儿，芒果味儿，哈，嗯，真凉，走吧。走。嗯。